今天呢，我们来到屏东县的内埔，我们未来义大医院的附近，要看一间侧户别墅。那这间就是我们面前的这间房子。这个房子呢，它的屋龄有30年，它面前的道路呢是8米的零度。这间房子的地坪有22.8坪，建坪50坪，那是一个标准单侧库的一个规划。那我们就进来看它的里面。整体做了一个轻装潢，然后这间房子的坐向呢是坐西北朝东南，中间是它的一个楼梯规划，楼梯下方呢是它的一个卫浴，厨房坐在旁边。这个空间还蛮大的，包括放冰箱的位置啊，放整个我们厨房的用具位置都还蛮宽阔的。后面是它的一个阳台，洗衣服跟晒衣服的地方。那我们就上去看它的房间。这个房子的楼梯做的还蛮不错的，整个楼梯的宽度跟它的长度都设计得很好，而且不会太陡。那我们现在没有开灯，我们就来看它的一个白天的采光的一个状况。这边是它的一个卫浴，这间是主卧室。这间房子跟对面的这个栋距啊超过10米，隐私性啊还蛮不错的。再来是它的3楼，它2楼跟3楼的格局都是一样的。再来就是它的顶楼，这个房屋的地点呢，它紧邻我们的义大医院跟我们的国道3号，还有我们的整个县道，所以它的交通便利性是还蛮不错的。那以上呢是这间房子的整体格局。那我是永章，我们下次见喽。